好，歡迎各位收睇披露，而家時間係2017年1月18日，夜晚18:28，我係六子八二，咁啊繼續都係呢個 Grand Victory Rush 二嘅直播咁樣，咁就上一個直播咧就已經係完成咗 Chapter One， 咁而家就開始 Chapter Two 嘅故事，係啦。咁樣呢而家大概係6:30左右啦，咁我大概預計呢去到7:30嗰段時間呢我可能係要食飯嘅。咁啊因為係我同屋企人食飯，咁啊咁幾時有飯食呢呢件事就唔係我可以控制到，咁所以忽然間可能話停呀停呀呢、這個直播就會係啦。小黑貓。嘩。我都覺得正啊！保護和平。呢、這个是支线任务，主线任务在这里。对了。由于这个时间关系，所以我现在要。是不是真的时间这么关系呢？定是其实我这个时候可以慢慢享受这个游戏呢？有阵时候我自己又谂紧玩一个游戏，到底系要慢慢享受一个游戏啊，里面嘅世界观啊，定系喺度好高速咁喺度 rush 紧只 game 啊？即系呢啲咁嘅取舍，我自己都觉得系咩？啊！基本上咧，睇翻之前嗰、那个预告动画咧，都系讲紧个女仔系咁喺度露食。瘋狂地吃的，就算連那些烏鴉都一起在瘋狂地老吃。他本身是麻煩的源頭，你叫他不要惹麻煩。見到有一輪飛起咗，好啦，做開支線任務啦，定係做開主線任務先？因為其實支線任務本身就可以完咗隻遊戲之後先至再去理論上，咁但係呢啲咁嘅對白咧，呢、這個時候唔撳咧，就可能以後都冇得撳，即係啲麻煩。咁遠嘅？搬家全隻 game 最危險就是個女主角，怎麼看都是最危險的女主角。
黐线，对白，佢将你嘅儿子锁起来。好啦，跟住就开始第一个真正嘅剧情啦。咦，呢个系咪就系本身 demo 版嘅故事咧？但系，咦，似系 demo 版嘅故事。セバ。ノット。エッドワン。カバンは。即系呢个已经系呢个 demo 版嘅 Exactly 个故事嗰个位置。诶，但系之前呢个女人冇出现到啊。Hello， 嗯，什么 ？See you。Where's the cat？ Where？ 哪边的 ？Where？ See。唔公之物。黐线，净系凭呢张咁嘅信用，咁多人里面揾一个咁嘅人，你认真噶 ？OK。OK 喎、哦，有得問啱人喎、哦，原來太好啦！噴泉即係有水嘅地方啊！噴泉有水嘅地方，噴泉噴泉噴泉，耶！噴泉，哟哟哟哟！哎计算屏 Let do 店家 Let do 就是嗱，点睇你都系酒馆。港口市集。有料到喎。超麻烦喎、哦！
游戏有。酒吧头先唔系已经去过嗰酒吧噶啦，唔通呢世界上有其他酒吧？但佢又话喺港口附近嘅地方，港口呢度咪港口咯？附近酒吧，阿先，我个顶峰人仔去边啊？嘿嘿，诶诶诶 ，OK， 即系佢系叫我针对呢啲位置去揾嘅。中咗啦！先得先，好 ，OK OK， 明白。点睇全世界最危险都系呢个女仔。阿先，你认真噶？走到咁低？好像去了一个不得了的世界。猪先，猪血，Savvy， let do， 全黑衣的好爱小姐。我觉得这个女仔很可疑，她的眼神。你送我点啊？去完一个地方，再去一个地方。哦，原来要我跟踪佢 ，OK。跟踪人做的方法是不是这样跟呢？
镜头，镜头，镜头。 先嗰一下絕對唔係一個好嘅 idea。 Hi， 我飛緊啊，你見唔見到啊？Hey， hello， 我飛緊啊。 呢度絕對唔係一啲可以飛嘅。 頂我，而家唔係揾緊刺客扣條啊！ 出手。 我被包围了。 会唔会直接捉喺啲人咧？系啦，我最中意嘅掟人嘅呢啲。喂，人咧？ Thank you.
玩咁大啊，斯嘉丽！病人永遠都最開心。咦，好似俾人 call 去食飯。好啦，差唔多要食饭，完埋呢个故事之后。OK。别惹麻烦。好，咁暂时去到呢一度先，阵间我谂一个钟，半个钟头至一个钟头之后会翻翻嚟。好，就系咁，好，拜拜。